没有办法，这太难了。你先代表我们追光男团最后一个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追光的荣誉，懂吧？设置情境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是你健身教练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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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今天要是不成功，我们从此都会变成自卑的男人。哎，你来了啊！来，开始做运动吧，先波比跳。什么叫波比跳？我做，你做啊。你这太难了，教练，我不，这个、不会，换、这个、教练。这个，你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，这个、来。四。你这个心跳上不去啊。78，来上来。我现在要做深蹲，你给我负个重好不好？负重，对，负。就是你上来。怎么上？不是你上来，怎么来？哇！哎，我是教练啊，是吧？你是教练。不如你抱我吧。好，先。背你吧，就。对，你背我，然后深蹲。哇的，哇，你真暴动，走两步来，走两步可以可以可以。这在干嘛？导演你笑一下。来，92，我跳跳俯俯撑，我不会俯撑。你不会吗？对。这样抱你背你背。到了吗？没到，没到，再背一次来。我主要是现在要训练那种，走两步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在干嘛？你不要冲我！不行，没用。140。哇，你好冲！来，继续波比跳。你现在体重有点上升啊，所以你要开始减肥。深呼吸，对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闭好你的眼睛，冲！哎，你是我们男人的荣誉啊！这是荣誉，这是我们追光的荣誉。啊，已经不是 A B 组的荣誉了，已经。耶！让我们一起用追光神器 vivo X60 记录下这一刻吧。三。